大家好，这位阿兄，昨天给咱的西装高高好高领飞给林飞总哈，领导的两个农村备战，两个现在高铁站，昨天来农村见下那个高高老兄。昨天俺那些好个叉子过来的哈，然后俺们西装开个好高领飞机啊，然后那个农村当天去看看老乡，昨天过来互动一下。俺们讲的看看吧，谈的差不多，基本就谈得懂。哦，俺们西装升级飞机，来升级的，你浪费太多了。来，向您林先生，哎，好不哩？哈，赶紧就各乡都有了，怕怕乡都有了，像我们高俺们就谈了。一个箱子一个箱子，这个箱子箱子多的，哦，箱子多的，他感觉就八个箱子有了。你看，这个刘那里在哪？刘总那里是吧？天下哥，啊，俺天下哥去龙沙当铁个，哦，两个奥利斯给搞，哦，俺们还给。第一个那个复制品，第一个当原件。哦，对。哦，是初步啊。哎，初步。哎。哦。一个也是，河源的龙川县俺的很。哦。祖先是从哪里迁过来的？哎，河源，广东河源。广东河源。川呢？哦，对对对。龙川县。哦，所以都河源有的。哎，俺那个乡县体制呢，咱承办过那个都有的。哦，俺那个很标准的很，刚刚子讲。那个甚至是。第一期初步。现在西川省亲戚在那里给俺保证，反正俺的银龙一厂很没得，还会是俺的历史梦几万年的蛋糕，几十本初步请到有和有，你这个搞早的康熙年间的只有手下的毛的英本的这个木刻的，那个就纯粹印刷了。哦，这个木刻，我的地的还是应该拿手刻，巧克时装还是刻到印出来的。对，那个容易。刻到好多杂事，几杂事，啊，搞黑一辈子都搞出了。第一个负责的第一个在颜色，哦，哪里买？啊，这个木刻，所以说第一个在政治的好东西，银川县为么个事，把这个。这个展览馆，我学到哪里的祠堂去啊？就以这个东西拆迁，给我牛上群到那拆迁去。那个西川省的地方主办公室捐的，重庆市图书馆捐的。哦，农村俺的农村县，农村县图书馆捐的。从广东河源边迁过来有好多年了。广东河源跟农村县啊，迁过来有好多年了。三百多年。哦，三百多年了，哥。哦，三百多年，哪里可以表达？对。有一般给你工作还有个三百多年，一千一两年。对，正确的时间都讲得出来。哎，西宫于康熙三十八年，己卯百年的岁月丑时。哦，这个。那可能就下到那年子从那样搬。该这么年去铁子老农村，但是俺来俺的农村给看看老乡哈，可能给看看吧去。完全的无障碍的交流，基本上跟我是一模一样。那你李生子去农村给看看老乡给种子看一下。那你李生子到农村给看看老乡两下，原来是历史给种子，那你给他老乡这边看一下。两只碑就是历史种子敖包给哈，然后你给功德碑，历史佛的功，中西生意史，成功农村祠堂。然后待会儿去记载给两个历史嘛，你们可以暂停考一下。下边还有两个捐赠人的名字。那你李生子到两个宗祠的门口聊聊哈。各位看看老乡，可以给哪个镜头，让你去那些地方看一下。荣昌祠堂，历史史成功。那你一进到门口的左边哈，那里就有历史家族的两个单碑牌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那里是。自佛的功你是六世不慈悲。好嘞。然后这边呢全部都半杯哈。祖上始祖长于功。祖上始祖两个最玄功啊。来好多好多。哦，因为祖上的始祖还多耶，那么多。哦，两个祠堂的两个门还有点特色，两个门应该很有年代感的。好的，两个石黑都像个烟衣筒，没有，应该可以讲。然后，你到那地方看一下。今天睡着你的，我心情找个小马或者。两个是农村的天下哥哈，李天下。啊，也很多各个朋友都认得他了。
哦，两大哥就是今天给那个祖先给牌匾，好多好多。到底高峰，娘子还在近期开会看一下吧。每周四开个文史研究会正经。